嗨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手头上有一个灯泡，这个灯泡能解决到你的睡眠，你相信吗？其实，灯光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要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调低我们的光，弄轻松我们的身体，然后在15分钟到30分钟里面就很容易入眠。在这段时间，你还能做什么吗？还有唯一的东西就是耍下手机，听下音乐，这样你就容易入眠了。灯光真的是对我们真的是有帮助到的。